今期不老八十，我哋有为咗中医能够喺美国普及、争取权益超过30年嘅美国中医针灸联盟刘美祥博士嚟同我哋讲下佢咁多年嘅经历。针灸其实有几千年嘅历史噶啦，咁我哋都知道古人嘅时候，佢哋通过用石头啊，或者有啲咩痛啊，揿下边度、吉下边度啊，咁啊发展到用竹啊、用木啊咁样。星期三下昼6点，不老八十。本节目系由安乐居特约赞助，安乐居拥抱安乐人生。